sappiate indicare anche con l'ausilio delle tecniche moderne.你老咗嘅时候，生活会系点样嘅咧？会同屋企人一齐好开心咁度过，又抑或系会住喺安老院呢？今日咧，我会带你哋去睇下一班住喺安老院嘅老人家点样度过佢哋嘅晚年。一讲到安老院，你可能会谂呢班老人家可能系因为俾屋企人遗弃，冇选择之下先逼住你呢度住嘅。不过睇完今集嘅节目，你可能会相信其实住喺安老院嘅生活咧，一定系好凄惨噶，反而可能系好充实，仲多姿多彩嘅添。因为喺天主嘅眷顾底下，同埋一班充满爱心嘅安贫小姊妹修女，佢哋悉心照顾底下，呢班老人家佢唔再消极，对生活充满希望。而且佢哋对呢一班为佢哋提供咁舒适生活环境嘅修女，仲心存感激添。拍摄时候啱啱好圣诞节，而在圣诞节当日，安老院搞了一个联欢会，邀请所有义工、老人家和员工的家属一起参加。圣诞老人当然是不可以少了。那天有很多小朋友和公公婆婆一起庆祝圣诞节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细路仔和老人家一老一少，再加上义工在场搞气氛，相信一班公公婆婆一定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气氛。在安老院的生活一点都不沉闷，公公婆婆有很多不同的活动，为了这一次的圣诞庆祝会，公公婆婆还粉墨登场，亲自表演。她认识到一个女人，好不开心啊，她远回家了，爹地又去了上班，妈咪又去了打麻将，第$50我买饭盒吃，晚上爹地妈咪吵吵闹闹，将我嚟发脾气，打我，逼我。唉，我去到学校，有先生俾同学讲，我冇交功课。咁我系觉得咧，今次咧，其实有两样嘢咧，我觉得为我嚟讲咧，喺老人家身上学咗好多嘢。第一，就初初彩排嘅时候咧，佢哋咧就话唔制啊，唔制啊，唔制啊，咁唔好搵我啊，唔好搵我咁样。咁到最后呢排嗰陣时候呢，就啲台词乱晒大龙啊，又唔记得啊，咁样下又驚啊，又怯场啊，又怯样样嘢出晒嚟啦。但係到表演嗰日呢，我就发觉
佢哋最好嘅一份出咗嚟，唔单止台词可以记得好清楚，咬字好伶俐之外，表情十足，同埋咧，发觉佢哋好有表演嘅天才，亦都发觉佢哋从中咧自己揾到自己，亦可以话从中咧建立到俾自己一个自信心。我发觉好多时佢哋做完呢套戏之后咧，有一两个嘅老人家同我分享就系话：哎呀，修女，原来我发觉我自己可以做到。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为我嚟讲咧。我会为他们觉得很开心很高兴。香港的安贫小姊妹会早在1923年已经在本地开始安老服务工作。今次拍摄的就是在黄竹坑的圣玛丽安老院。修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一些无依无靠或者需要帮助的60岁以上的长者。修女本住老唔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，照顾老人无分宗教国籍，希望为公公婆婆提供一个安度晚年的地方。讲开老人院，为长者服务无分国籍，安老院当然大部分都是本地人，但是当中有一对葡萄牙籍的夫妇，他们原本是住在安老院对面的黄竹坑村，但是仔女选择移民，老人家就申请入嚟安老院。现在总共有14位修女服务院内105位老人家，就这样听落，修女每日的工作真是一点都不简单。采访的时候，我见到每个修女都有做不完的工作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她们全无怨言，相反以无限的爱心和耐心去服务老人家。我相信这件事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大致上呢，我们每日朝头早呢，我们就大家都参与弥撒先啦，咁然后呢跟住在弥撒之后呢，我们修女就会去用我们的早餐啦。咁跟住咧就係到老人家噶啦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不同嘅工作啦，譬如療養嘅老人家需要同佢哋幫忙佢哋梳洗啊，啲執好啲床啊，咁有啲係較為係可以活動啲嘅老人家，咁佢哋就幫忙喺飯廳裏邊收拾啲碗碟啊，或者幫下抹下碗啊，咁跟住咧就每位修女翻不同嘅部門嚟到工作啦。例如我哋有兩位修女出去募捐嘅，咁我哋都要準備出去募捐啦。咁有啲修女喺廚房嘅，亦都要準備佢哋嘅一日嘅幾餐啦。咁有啲修女係打理健康嘅婆婆宿舍啊，亦都要去照顧佢哋。雖然話健康有啲都要幫忙下佢哋啊，即係大致上嘅工作係咁啦。如果想老人家咧，即係認識到天主或者感受到天主嘅愛咧，首先我哋修女咧就要生活出依一份嘅愛先。因為如果單係講咧，係未必有用嘅。因為佢哋認識天主嗰啲咧，你講天主，佢唔知天主係邊個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將天主嘅愛帶咗出嚟先，即係等佢哋感受到，人性嘅愛方面，同埋再深一啲感受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愛咧，仲有啲特別啲嘅喎。咁咧，佢哋就會有一個問題，究竟有咩唔同咧？修女對我哋嘅愛同即係出邊有一啲人對我哋嘅愛，即係當佢有一個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慢慢咁即係睇下睇下，咁可能遲啲佢有啲問題問下我哋啊咁。拍攝嗰日啱啱係星期三，菲利牙科醫院嘅牙醫帶咗一班大約十幾個牙科學生，義務為老人家檢查牙齒。呢一班牙科學生一方面当是实习，另一方面又本住为老人家服务的精神，他们为老人家检查一点都不儿戏，他们每次都会带齐所有需要的药和仪器来，公公婆婆都很满意。其实住在这里的公公婆婆大部分都行动自如，他们都很投入这个团体生活。
好多时能力范围许可的话，他们都会主动帮忙，减轻修女和工友的负担。公公婆做起嘢上嚟嘅冲劲，有时真系令你意想不到噶。系啊，我都主张，因为咧唔好俾老人家嘅心态咧，佢嚟之前嘅心态就系入安老院咧，就好似困住咗喺里边啦，唔可以再喺出边有咩活动啦。咁变咗咧，就即系令到佢哋即系起码有一种好似恐惧先啊，即系话喂入咗安老院就好似入咗一个宿舍里边，你唔出噶咁啊，其实就唔系嘅。安老院除了提供老人家基本的衣食住行外，修女都会照顾老人家灵性上的需要。信仰亦都老人家较为容易接受死亡，因为他们明白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过。很多老人家呢，他们有些就很多都说、哎、不怕死了，死了当然一次了。但是有阵时咧，即系人性方面嘅软弱，当佢真系病痛嘅时候咧，佢都有啲恐惧嘅，即系佢都有啲担心，同埋即系好想快啲好翻嘅。咁喺呢方面咧，我哋就唔可以话即系点样直接了当咁样帮助佢，即系尤其是啲冇信仰，我唔可以话你唔使怕噶，天主帮你噶，减轻你嘅病痛噶。咁根本咧呢、这个系我觉得唔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，减轻。或者是可以，但是始终那个病痛是令到他的身体是受到折磨的。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行动、爱心、关怀多一点，在那个时间陪住他，让他即感受到一种安慰，总比较在那个时间一个没信仰的人对他说，是天主呢会减轻你的痛苦的，你没有痛苦的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其实痛苦根本是真的存在了的。那我们只是在人事方面、药物方面尽量帮助他。宗教咧就系俾我哋有个寄托，有个信赖，咁一切即系以后嘅安排，天主自有主意啦，有佢哋决定咧，系嘛？咁我哋即系对于即系疾病啊、死亡啊嗰啲，我哋都系要接受现实嘅。生老病死是人都是难免的，而且我们信了宗教呢，就一切上主安排，我们一点都不会不用担心。老人家安老院有一个舒适的环境，等他们能够安享晚年。修女的付出当然是功不可没，但是一班义工在背后默默支持，他们身体力行，愿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绝对不是三分钟热度。最难得的是他们有些已经在这里做了成十几年的义工服务，他们这种热心和爱心即时令我肃然起敬。 Michael 和 Joseph 都是教区一年级的修生，每个礼拜三都被修院安排到安老院做爱德服务，跟公公婆倾下偈、冲凉、喺街市攞菜，又或者系帮手开饭。我谂最大嘅得着咧，就系当中睇到佢哋一班老人家，为咗我哋以前喺社会里边一份嘅服务啊，对到咗老嘅时候，佢哋好似俾人遗忘咗，咁但系有一班修女去照顾佢哋咧。都系得着，好似系感觉到我哋唔可以遗忘一班社会上面嘅老人家咁啦。同埋修女同佢哋都系打成一片啊，都好似朋友一般咁样。其实系个大家庭咁样咯，系都睇到佢哋呢份嘅工作。麦生麦太同佢哋两个女女都系安老院嘅义工，做咗都有四年时间噶啦。义工服务更加令到麦生由一个冷淡嘅教友转变到开始重新认识天主。因为我之前有啲学，我都系领咗洗嘅，做嗰个教徒嘅。但系之前可能又好懒，自己又冷淡，又成日要做嘢，可能有时我又翻大陆做嘢啦。以前就咁，后来就搬翻嚟香港做嘢。咁我太太就好诚心咯，成埋两个女女就嚟一间教堂。咁我咪要跟埋一齐嚟，即系一家人融洽咁一齐嚟做，咪好有意义同埋好开心咁咯，咪一路。跟住嚟听嚟撒啦咁啊，开心咯！因为以前咧，我好想佢会嚟望嚟撒咯，但系佢成日话我好攰啊，想瞓耐啲啊咁。咁依家就变
咗咧，你叫佢起身，佢都会咯。即系佢话攰，但佢都会嚟望弥撒。咁嚟望完弥撒之后，梗系冇咁易去走噶啦。修女就好易会吸住佢，冇俾走。咁变咗佢投入咗呢个工作之后咧，其实对佢嘅信仰都好咗咯。其实喺婆婆嗰度学到好多嘢咯，因为其实即系你睇到依家啲老人家系你将来自己老咗嘅道路咯。所以其实如果譬如你依家见到咁多老人家，譬如有啲系真系好叻个咯，佢好好记性，少少嘢佢都可以，好似啲婆婆咧，佢自己学几好对白。咁我唔系个个都咁叻噶啦，有一部分咯。咁你觉得自己将来老咗咧，你都想好似呢班醒啲嘅婆婆咁样咯。但如果你唔对咁多婆婆，你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将来老咗系点样咯。所以其实自己系得益噶咯。同埋我哋发觉呢度做好多工艺品啦，都系啲老人家自己设计啊出嚟嘅，嗰啲心思啊，同埋嗰啲做出嚟嘅嘢都好。有时我哋呢度有啲义卖会啊，咪攞出嚟即系义卖啊咁咯。都幾好啊！值得我哋學習一下啦，就將來。阿 Cat 同 Peggy 係默生默太嘅女女，佢哋喺每個星期日朝早都會嚟望弥撒，跟住就會睇下修女有乜需要幫手，或者同啲公公婆婆傾下偈，氹下佢哋可以做幾多就幾多。但係意想到嘅係，藉住呢一度嘅義工服務，一家人嘅關係比以前更加親密。其实都会噶，即系正如妈咪咁讲，其实平时星期日好少同爹哋会一起去街，因为佢以前就会即系譬如休息咁样。咁但系如果我哋而家嚟咗呢度做工啦，咁我哋虽然有阵时会去唔同嘅岗位做嘢，咁但系感觉上都系一家人一起去即系做一啲嘢。咁譬如我哋闲谈嘅时候，又会多咗啲话题系共同嘅话题，以前就比较少啲咯。扮紧圣诞老人喺圣诞联欢会搞气氛嘅系演员黄永全。他18年前已经开始在这里做义工，还越来越热衷于这里的义工服务。18年的时间，黄生对于这里修女的工作可以说是名为指掌。其实我坦白说，我认识这里的修女的生活各样，其实我名为指掌可以这样。如果不是，我都不会给我的女再入他们的会那里。那因为为什么呢？即系修女都系人，佢都系脚踏地嘅，但系有好多时好多问题咧，即系你要了解好多嘢，咁变咗喺呢十几年里面咧，我好清楚每一个修女嘅作风啊，各样嗰啲嘢啊，但系有时同情或者好多样嘢咧，或者帮啊或者点嗰个情形咧，都睇下点嘅情形咯，尽量帮得到就帮咯，因为点解睇住啲修女咧渐渐老化咗。尤其是我哋香港咧，真係好冇，真係冇咩新血嘅，我可以咁講。因為點解服侍老人咧，好簡單。如果你係有影過餵飯啊、屎尿沖涼嗰啲咧，香港人係好抗拒嘅。咁就係咁嘅情形咯。因為我多初我女入嚟嘅時間咧，我都話喂，你考慮過未先？因為點解人就好現實嘅，初。佢读完书，即系读完中六噶，咁嘅情形咧，出嚟做嘢，因为我环境又唔系好啦，因为我都系老铺一个，咁佢做嘢咧就做得几好嘅，咁嘅情形咧，咁佢入咗嚟之后，跟探佢外父啦，探我外父啦，咁之后咧，咁啊即系认识咗啲修女，咁佢向往呢度嘅修女嘅生活啦，咁变咗佢初好抗拒喂饭啊嗰啲嘢咧，点知好似～即係天主嘅意思咁樣，即係感動到佢，咁啊佢咪入咗嚟嘅，入嚟學習啊嗰啲咁嘢啦。即係放工就嚟噶啦，朝頭早一早咧嚟咗呢度，聽完彌撒啦，點嘅時佢先翻工啊咁先。但係原來佢同太太喺安老院做義工嘅背後，仲有一個故事。佢嘅女女亦都加入安貧小姊妹服務老人家，但係做父母嘅當時嘅心情的確係好矛盾。讲支持我是违背了良心的。啱啱做嘢嘅时间，喂，我要收入噶嘛，系咪先？一个人好现实噶，系咪先？佢出嚟做咗嘢，越大咁耐，系咪想想自己都啱啱回收嘅时间啦，有收成嘅时间啦吓。咁贸然佢去咗，佢话喂，我想去做修女，点嘅情形？即系做父母咧，真系好痛心嘅。尤其是我太太，即系听见之后，因为不嬲咧，都系佢哋我做消防呢样嘢咧。翻廿四放廿四，通常咧都系我太太
同我個女兒一齊住啊咁嘅情形嘅。咁變咗佢嘅密切嘅關係咧，變咗聽個女咁樣喎，你話點先？啊，逆地而處，譬如你聽到你個情形，你個心都好咩？變咗佢真係我太太個心真係好傷。變咗我咧，我解釋佢咧，從中嚇，我話你留到佢個人，留唔到佢個心係冇用嘅啊！我話要睇下而家嘅時勢，尤其是我有一期嗰個省會長，佢講咗一句好動我嘅心嘅説話。佢話你奉獻咗一個女，你有好多安貧小姊妹嘅修女係你嘅女。當時我好感動，即係而家我講起我都好感動。咁嘅情形，我永遠記住呢個説話。洪生對於呢度每個修女對老人家嗰種忍耐，的確係由衷讚許。公公婆婆成日都發脾氣噶嘛，一少少唔如意咧就發猛啦。如果你如果真係個忍耐啊，如果冇咧，真係做唔到噶啊！你唔能夠話行咗去噶嘛，譬如好似同佢誒沖涼啊，即係廁所啊，換完一次又一次啊，咁啊食到食嘢食到瀨咁屁啊咁。如果冇呢種耐心咧，真係做唔到。所以我哋義工咧，希望多啲義工嚟幫下佢哋，即係唔好幫多，起碼多啲即係鼓勵啊，從旁咧同佢打氣啊，或者佈置下嘢啊，好似做戲啊咁啊，幫下佢啊嚇，因為佢冇咁多氣噶嘛，搬氧氣筒都搬唔切啦，係咪先？咁我哋又有啊，即係做得幾多咪照顧幾多咯。老人家能够安享晚年，有尊严咁行过人生最后嘅一段路。一班安贫小姊妹嘅修女喺佢哋身边不分昼夜悉心照顾，而一班义工尽量付出，希望能够分担修女嘅工作，一边氹老人家开心，一边为修女打气。修女嘅忘我精神感染咗一班义工，义工嘅服务精神亦都感染咗佢哋嘅家人，甚至佢哋嘅屋企人当中愿意接受天主嘅派遣。同一班小姊妹一起为一班无依无靠的老人家服务，这些才是身为基督徒所应有的奉献精神。世界虽然越来越分化，但是只要我们谨记，我们要为最小的兄弟姊妹服务，我们的生活才过得充实，过得有意义。修女同我讲，话佢哋唔会特别咁逼啲老人家信教嘅，但系如果佢表示对信仰有兴趣咧，修女就会安排佢哋去学道理同埋领洗。所以而家喺院入面，其实好多老人家咧已经信咗教噶啦，亦都因为系咁，佢哋唔再害怕面对死亡，因为佢哋相信其实死亡只不过系翻返去天主嗰度。所以其实喺面对死亡呢个课题上面，信仰系俾咗呢啲老人家一个好大嘅帮助。而除咗一班修女之外咧，平日都有好多好热心义工嚟呢度探访啲老人家嘅，而呢一啲义工俾老人家嘅鼓励，亦都系佢哋能够勇于面对生命嘅一个重要元素。如果你对今集嘅内容有啲疑问，欢迎你喺办公时间打25255588揾阮秀美修女倾下。下一集咧，我哋会去到中国广东嘅一个外岛常川，重踏一位被封为传教区主保嘅圣方济沙弥略佢嘅传教之路。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